Emma 哦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王祖贤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她，因为她是一个高挑的女生，然后就是仙气很重，然后她，我很记得我认识一个彩妆师，她就是有一次她要被就临时一个通告，她要去画齐秦，然后那时候公司也没有告诉她说，只是里面有个女主角会来。结果就是王祖贤，他就是拍悬崖那一场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说早上5:30，王祖贤从外面飘进那个化妆室的时候，他手在抖，他说怎么会是他？因为他就觉得很惊吓，他就说他本人就是一个仙女，就这样飘进来，然后。皮肤很好，就是那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一点吸引了，对。可是他说还是很美，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他以前所有的那个电影，对，所以对你影响很深。我们来看看，因为王祖贤，可是因为他是白点，我小时候是黑底，天哪，对。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做模特出身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对那时候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没有生小孩，这边就是你知道少女的背啊，生了 baby， 生小孩跟背有什么关系？会变厚，会变厚，这一块会变一点厚，要好像现在就一定，就我手只要抬起来，好像衣服还是细的，可是一放松，因为我没有运动，就是妈妈要运动才可以。然后以前是随便吃啊，就是说管他的，可是后来年纪越来越大，真的不行哎。就是大概放纵了几餐啊，就会那个手臂的肉出来，然后那个臀部，你要穿上紧身裤就会开始有点紧，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在减肥的时候或者代谢不好的时候，你就算5天不吃哦，也不会瘦。对，不行，我有5天不吃是生病哦，不能够轻微哦，要重病才会瘦，重病。对。因为年纪，我不能说代谢比较差了啦。对，因为怎么会差这么多？没办法啊，因为真的年龄有关系啊，你没有办法把我们现在40岁去跟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孩子。对，以前就是吃一吃，然后再休，对，少吃两餐，然后就手，然后手臂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背是薄的，手臂是那个熬夜拍戏3个晚上不睡觉，照样去吃，熬夜早上去吃早餐，我拍三周还都。活动现在真的不行，现在不行，现在睡不好，隔天就肿了。对对，真的，你觉得眼皮，为什么双眼皮怎么回事？变得他喝一口，而且现在稍微多吃一点，隔天眼袋就跑出来，真的咸了。你说睡不好会肿，我睡得很好也是肿，为什么？睡啊！身体机能就是有状况了啊。